彩的粉，可以缩水吗？哦。大学习就这样的。我要摆完了这里。哦，你翻回去你就谋搭。要摆完了。翻回去之后呢？我还就给我们大张纸，好没？一般像给我们塞一张纸的，一般我得就没卷了，好了就没卷了，你看。老师，咁如果搞错咗咧，面变咗底，咁先错咗，咁点算啊？错了就错了。错咗搣咗佢，第日就。那我们打，错了就错了。但系错咗都冇乜大关系噶。啊，有啲。有咩关系啊？黐得唔实。嗯，系。因为你呢个光面。嗯。水光面，系咪按正常系对着佢呢个背面？嗯。你两个背面对着对面，唔光对唔光。嗯，这个纸本身出来的，本身出来呀、啊，那两层纸本中间呢有个厚度，超过那个就行、嗯。因为那个纹呢，你看那个纸，那个 paper 哎、嗯，有一条条，嗯，有一条条，哎、嗯，所以有一条条呢，它那个一条条本身呢，你就像人手上，它有个那个一槽嘛。你们可以两个杯，好吗？两个搭具嘛，表出来就好，就行。嗯，系，所以你像呢个整得了。我、嗯、个、哦、方向使唔使一样啊？方向呢？一条条。如果你要咁大纸啊，我像呢个纸呢，方向就说呢，大张你就唔搭了。方向本身就说，你看，呢个纹还是立样，用的勾章纸呢就立样。啊、就要有打高差，要高差。OK， 呢个呢样，呢张纸咧就系咁啊。OK， 细张就冇所谓啦，即系大。买细张你还可以，大张你凑唔到。哦，大张唔可以凑，一定要咁样。唔系大张，你冇呢个纸咧，有咁大张。哦，做唔到。做唔到。OK。细张像呢个你可以做到。OK。大张你一张纸，你再一张纸，你冇办法。冇办法。冇办法。Okay, 好吗？所以像呢个你弄着了。好吗？你看，看那个纸一拿，你看，那个纸就比得很轻。面纸多大？反正气泡就唔紧要啊。哦，大泡唔大？大泡。你看佢没干吗？系咯系。没干就出来。哎呀，佢乜色啊？没干吗？你当 dry right？ Test。通常写完啲字要等几多日先干噶？哦。要湿佢又。那个本身呢，佢还看你，看你。如果你要用勾墨写字，佢一生都唔干。勾墨，一生都唔干啊！所以写字你要用新墨。点知佢新定旧啊？我哋用嗰啲都系新墨噶。新墨就系你倒出来就用。哦。你冇摆一天。哦。勾墨可能好贵啊，我哋都系用新。皱的墨都还说你倒出来过过没用远，听见你就不可以写字，不过就还高墨。哦，嗰啲叫高墨。咁如果系冇洗过嘅就都唔得，应该系旧墨嚟嘅喎。系，都唔得。要洗干净先系新墨。系。画画。画画就冇问题。所以你写字你看呢、这个就唔写字。好似用墨盒咁点啊？我唔系驳你嘴啊，墨盒。冇得用啊！我哋细时用墨盒噶嘛。嗰個係廢老，我好耐冇用啦，墨盒。墨盒都唔係。係廢老用墨盒，唔係你用。細佬啊，用墨盒啊。小朋友。小朋友。唔係啊，我哋細時都用墨盒咪咯。唔係你細個咯。小朋友嘛。要加啲酒落去啊！有時唔好啊，吐啲口水。係咩？未試過呢樣。係咩？你寫，係咪？所以就呢張紙。未試過喎，未試過。墨盒我都好耐冇用，好臭啊！成盒墨盒都臭曬。好啊，呢個手拿好，呢個手挑起來，一定要挑起來。你看捏住佢，冇咁捏，一捏就斷啦，你夾住佢。呢個咧，你要挑起來。看，呢個手。我想背好，好容易喎，老師呢個。所以你先做細張嘛。先做細張好，比較好啲喎。係咪？你像呢些咧，依家就你看佢多啦。
所以你拿的时候一定要夹住。那甩就甩到呢度有個棍，我抹咗佢親濕。所以就說你先摸下佢，但呢一細字咧，吹唔吹欠泡冇問題啊，佢細嘛。嗯。呢張紙就說你方便挑開拿出來嘛。嗯。啊，所以就係咁樣。